幼儿保育科，慈惠医专幼儿保育科以培育学生成为零至十二岁婴幼儿照护实务与具教保专业智能之优质教保人员为目标，并培养学生具备活力、愿力、爱幼保行动力的兴趣与态度。课程规划具备前瞻与务实，以婴幼儿健康与照护、课程与教学、幼儿艺术人文三大主轴及幼儿艺能教学、幼托产业服务两个专业选修模组，让学生拥有一技、二艺、三证照的能力与职场竞争力。系属幼保科自92学年度创科以来，已奠定各项基础与规模，目前将朝第二个十年继续往前迈进。各专业教室设备不断更新，让学生可以在最完备的资源下学习。其中，婴幼儿照护室是劳委会合格的保姆人员技术室数科检定考场，培育很多合格的优质保姆。音乐律动教室让学生学习各项幼儿才艺教学及音乐律动，并展现学生多才多艺及自信的一面。教学模式实验教室是学生未来职场的体验教室，学习各项教保专业知识、实务技能、活动设计及带领幼儿的技巧，成为具人文素养与专业伦理的教保人员。挹注校外资源，从97学年度起，每年通过劳委会就业学程计划案的申请，让学生学习符合业界需求的技能，以提升学生就业力，同时将所学的技能及创意展现于校园的公共装置艺术中，营造多元的学习氛围。教育工作永远没有终点的一天，第一个十年走完，我们已迈入第二个黄金十年。我们期待以培养教保专业领域的明日之星自诩，